性幻动机五气，如来遍应三界，为一切世间佛啊，定三界以动念，是所生如一祖，如佛团住的业。佛陀啊，应化人间啊，亦是圣人，圣贤啊，圣真如本性来到人间，只为着一项大大事，那就是爱度众生。所以伊就爱来人间，甲咱人间凡夫啊，动机在即个五气十机的地方。五气，大家人应该真清楚咯。天、人、地、甲、五鬼、畜生，这。五道啊，五道就是啊，由咱家己所造作善恶业啊，那就是啊，结果到这个五道的地方，平时行善，咱就是啊，实现啊，多做善。多做福，行善做福啦，这种十善积聚，当然啦，就是我处中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天堂，享受天福啊。平时的人啊，就是修本分啦。做好咱该做的代志，生活在咱平凡的人中，伫咧生活，安尼的人足多，这就是人间中的凡夫人。当然啦，也有伫人间啦，生活真艰苦。又是贫穷，又是病，又是残废，等等啊！安尼呢？伫这个家庭，这款的人生啊，都亲像的地狱，或者是亏欠生活，欠缺迄个魔鬼的境界。那个有啊，不修人伦道德啊，唔知影因义，亲像安尼人，家己畜生道也是同款，啊，讲伫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天界之下，地界之上啊，这个。五道的人生拢伫世间里，佛陀、圣人、贤人，以目的来人间，就是要教化众生。真呢，叫做圣人。所以圣人呐、啊，甲世间呢，也即个。五气十机在一起，性幻动机五气啊！所以咱爱时时看到人啊，咱拢爱用尊敬的心。佛陀甲咱讲，人人可成佛啊，人人本性都是真如。英雄，人人都有啦。
只是埋在无明的内底里，所以啊，修行学佛就是希望一点一点的无明暗白，赶紧给拍开，减了一点，再减一点，那点点的无明啊，安尼该。清低调，那这个清净智慧的光明，那就展现出来了。这就是真如，真如本性，真如琉璃，这是人人都记有啊。如来呀，成就这种真如的理。自来人间度众生，所以讲如来遍应三界，真如的理性是咱人人都有佛道，平时运用都是用真如的道理，安尼在人群中啊，三界。咱所伫咧讲的三界啊，就是众生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无色界啊，啊，就是咱的思想啊，思想那是净啊、清净啊。外面的色呢，都由因而袂起来哦，就是净。清净啦，清净的心念都无有欲啊，所以无欲清净，那就是超越三界。佛陀教育咱，就是希望咱会当超越欲心的欲界，超越了心的色界。超越了心的无色界，完全的隆重解脱啦！这是佛陀来人间对咱的教育啊！所以佛陀在这个三界中啊，是三界导师，是四圣祖父。所以火体，这个三界如火体，就是譬如啊，三界中的众生，无不都是佛的子，佛的弟子。佛呢，对众生的疼爱是平等的，所以定三界一同人。叫做一视同仁呐，三界内的众生，佛陀呢，拢平等看待，所以一视同仁，是四生如一主，唔是对人而异哦，还是呢，对一切胎生。乱性、湿性、化性，这个素性啊，佛陀都疼惜，所以讲寸动含灵，皆有佛性，亦唔是干那只对人啊，连一切动物啊。哪怕呢是真微小的生命，他都疼惜啊，所以是四生如一主，所有的生命无不都是佛所疼爱的生命，所以如佛团住得严。希望咱呐，会当亲像佛陀同款，对待天下众生，
都是同款，一视同仁，大家人拢总是平等的爱护，所以啊，证明啊，也无咱拢总会当知影世间的中者，伊对火体内啊的灌输。自主都是真关心，设法安怎样，予人人会当脱离火体。那佛陀甲安尼共款呐，所以佛陀呢再讲，舍利弗啦，如来亦复如是呀、啊，如来共款呐，甲迄位大中者共款吼，即位一切世间之父。如来就是世间的父母同款呐，以自报为随诺有缘，无明暗白应尽无疑。所有众生啊，伊的报为家乡，或者是随诺，或者是担忧、患得患失，种种呢，才会无明啊。暗白拢总完全甲消毒，就亲像火体内遐个贪着爱耍的囝，老爸就用种种方法解诱引出来，唔通搁伫遐耍啊，唔通搁伫遐沉迷啊，赶紧呢放弃迄个所在，赶紧出来啦，如来。同款的意思，甲内底的囡仔，就亲像咱所有三界内的众生，用种种方法，在保卫随诺有烦，就亲像火，伫个火体中啊，开始发生。那么佛陀看看，甲咱有意啊，互咱会当离开这种。三界火体吼，就亲像咱的心地同款，咱心的体吼，心体同款。人人的心中啊，也是一间大净处。咱这心体中的大净处啦，有遮的物件伫咧呢，那就是火净开始呢，会发生啊。咱若会当接受佛法，就亲像呢得到大别妙机共款。咱会当伫这个三界中啊，伫人间道上啊，咱会当真正的平稳向前行，唔只是自度，还是会当度化他人。这是咱学佛的目标吼。还脱离了咱心体中啊，这种的无明啊，但自然呢，咱就会当慢慢体会到佛的道理，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无明呢就慢慢应尽，无留在咱的内心里，这就是爱学佛，体会佛道。所教化的道理啦，接落来呢，一段文讲：日食成就无量地见，力无所畏，有大心力啊，及智慧力，具足方便智慧波罗蜜哦。大慈大悲上无下愿，恳求善事利益一切二生三界修果慧体吼，已经呢遮尔真久败坏一处，那这是第三界，这种的三界啦，就是咱的众生心灵啊，咱的心地。中的三界，咱呢自古以来啊，就不断这个习气啊，
形形色色，好，唔知几形色来呢？这种的习气已经呢污浊了咱的心地啊，所以叫做三界修果吼，已经呢，这咱的心体已经伫咧败坏了吼。那好亲像迄个大厝啦，已经四面废弃，这是生生世世呢不断呐、啊，这个习气叮叮塌塌，所以众生啊，这种习气依赖真久啦，称为朽果吼，已经呢腐败去啦。咱人人的心已经到达安尼的程度了，所以咱必定呢，要赶紧接受法佛所教育的法啦，譬如水，赶紧来先定啊，发水入心啊，来先定呢，咱的内心悟果吼，那搁再会重新。清洁吼，那这都是咱爱赶紧向咱家己的心嘛。所以佛陀来人间，要来教育众生，伊需要呢用伊的力量，所以佛之自受用心嘛，因为自受用的心就是佛陀来人间。传落来，伊的心行吼，即、人生的过程中啊，来做咱的教育，这是真实人生在人间，安尼的过程啊，如来呢，伊是用安尼的将甲咱人共款，父母生的。人间大患，在人群中啊，经过了安尼的享受，安尼的思想，然后呢，为着要救人，要希望人人拢会当发挥平等的观念，所以放弃了红光，那就是活在迄个享受欲念的内底。将伊的内心啊脱离了迄个欲，将伊的身体呢释放，离开了享受的环境。伊释放，你要修行，都要经过这段呢，这么这么辛苦去探讨啦人生的道理呀。一个修行的方法累积起来了，人间事情彻底安怎的苦难，是安怎的起心动念，等等，这些代志拢累积起来，已经呢，在如来的觉海中，所以修行觉悟啦，无上正觉。这在人群中啊，修行者的观念呐、啊，拢总呢收入了伊，这心地结，然后呢了解了天地之间的道理呢，那修得叫做智慧觉海，已经完全了解啦。得无上正觉啦，即无上圣谛，所以啊，自众生中转妙法轮，这叫做如来啦。如来呢，得大自在啦，所以呢，名利无所谓，如来的地见力。无所谓，因为呢，伊所看的境界已经是真宽啦。天地宇宙万物道理呢，无一不知呀、啊。知影代志，心都真自在。
所以因为伊伊力地界拢真强足吼，所以有大神力啊，及智慧力，具足方便智慧婆罗蜜，这个就是力量，伊个力，智慧的力量啊，真强足吼。这个智慧甲偌多啊，咱无法度去测量佛陀的智慧啦。佛陀智慧力量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迄个智慧所了解呢，宇宙万物真理吼，所以神吼，神就是神力吼。啊，这个神啊，就是精神啊，不是呢，迄个怪力乱神的神吼，是咱的精神呐。那么佛陀呢，伊的精神力量呐，不测吼，无法度呢，和咱去甲测量，不只是力量不可测量呐，就是呢。佛陀的精神理念呢，咱嘛是真难得测量吼。所以啊，平等同具佛陀的精神力量，对一切众生啊，都是平等啊。这叫做慈悲，所有所有呢，这殊胜啊的生命，都是佛陀平等的。一视同仁啊，所珍惜的，希望咱原来会当学佛，亲像安尼，对一切的生灵一视同仁吼。所以啊，有慈悲智慧啊，佮加上了愿力呢，当然就是不可思议啦。安尼的精神力量，那安尼的智慧。慈悲的力量，当然呢，就是不可思议，加上了愿力啊，这呢是为众生的正常缘行，永远永远都无休息。为什么叫做众生的正常缘啊？因为呢，众生人人啊，佛性本具啦，佛陀来人间呢。只是为众生一个助缘呐，用伊的智慧、慈悲、愿力，再来人间呐，以众生同住，共住一处，那来开示，那么众生都爱来接受啊，才会当悟入嘛，所以伊来人间呐。就是啊，和咱生活的正常缘，佛性人人本具，来甲咱讲，甲咱开示，和咱将凡夫的处地啦，会当呢到圣人的彼岸去。所以呢，叫做智慧婆罗蜜，用这种方便。智慧啦，来度众生，那就是做咱的正常缘呐，也就是众生的善知识，一书一呼呢，安尼甲咱参加，莫非呢？希望咱会当将此缘而度彼缘去，所以啊，叫做。智慧，方便智慧婆罗蜜，这个
智慧能呢，那就是信受正法，信心明理，灵修反省，咱嘛是继续有这个智慧力。不过呢，咱必定爱相信佛陀的教化啦。那咱爱信受佛陀所教的正法道理啦，信心明理。那咱若会当接受佛陀的教化，无明啊，一点一点啊，安尼呢，改低调去。那安尼减少了一点的无明，就增长了一分的慧明。所以呢，点点的无明起底啦，慧明呢就不断增长。这个智慧力、愿力、慈悲的力量呢，就一定呢，在咱的身心呐，都涌明起来。灵修反省，付出无所求啦，咱的心呢真清净。反就是清净的意思。虽然你在人群中啊，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内底，你行菩萨道呢，心清净吼。所以啊，咱爱修佛教育。佛陀对弟子呢，就是如父传子德业。那老爸要传予咱呢，是教你安尼经营呐，经营你的事业。你志愿伫人群中，你呢，都爱伫人群中啊，亲像佛伫咧爱囝共款。所以常常甲大家讲。佛心为己心啊，这是呢，佛传子德业吼。那咱那个佛在咱的内心，咱要传佛啦，这个道德的行动、行善、造福的人群，同时呢，还是反省，和咱的心定定都清净啦，无欲。无色无烦恼吼，那一旦安呢，就是超越三界，就离开咱的心灵这种的灰体，不为顶顶啊烦恼暗白，完全的咱就会当脱离啦。所以学佛啊，爱时时多用心嘛。